台湾的道场，第一道场云林道场，第二道场彰化道场，第三道场台北道场。这是我们第一排，我们现在由我们吴总统为这三大道场的代表，我们给予至高表扬，掌声给三个道场热烈掌声鼓励。大家下去到第一排上，我们向前一步走，对齐了，我们对齐了，对齐。接下来，我们是由顶底要表扬。现在我们是由我们由台中道场、由苗栗道场、由高雄道场，我们李生请出列，李生请出列。我们的李生不断的依序，我们请出列，请李生出列。我们再请副总统为我们台湾道场的各地方再给予肯定跟颁奖。现在要接受颁奖，代表大家做志工的道场是台中道场，是苗栗道场，是高雄道场，是台南道场。来自这四个道场的各位前贤，给我们的前贤们掌声鼓励。人间的社会，像前人说的，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烛光，在众生需要地方伸出我们的援手。前人又说，众生如果需要我们助力，我们要全力以赴；众生如果需要我们的协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就是办道人的一份心意。我们从台湾的七大道场，我们的前人更是走入了国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回来的有日本道场，所以日本道场今天的表演，给日本道场今天回来的志工，给他们掌声鼓励。你看到由新加坡回来的，给新加坡掌声鼓励。你看到由吉隆坡回来的，给吉隆坡掌声鼓励。你看到由阿拉斯加道场回来的，给他们掌声鼓励。这些都是我们前人在60年的岁月，从台湾走到了国际，用我们从阿罗斯大，我们进到了泰国的道场，给泰国的众道亲，给他们掌声热烈欢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洛杉矶代表，洛杉矶代表，我们道场也是一样，我们代表着，好吧，我们前人走入美家啊，走入美家，那真的是一份心意。看到了，我们从美家，我们从纽约道务中心，我们到了洛杉矶道场，我们到旧金山道务中心，我们进到了温哥华道务中心，到了多伦多，这些就是我们美家的代表们。各位在座的前贤们，我们可以看到，由台湾走向东南亚，迈向东北亚，走进美家，这一些路程历程，108000里路，都是前人的苦心。你可以看到这些代表回来不容易，给每个代表掌声鼓励。现在接受代表是新加坡，现在接受代表的是我们吉隆坡，吉隆坡的各位道亲，给你自己掌声鼓励，吉隆坡。现在接受颁奖的是阿罗斯达，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一样的接受大家的肯定，还有一位后天也是要接受颁奖人，所以感谢副总统。来，我们给所有的颁奖人掌声鼓励一次。我们再向前一步，现在我们要接受的是来自于香港，我们香港我们的道务中心，我们李生请就位，李生请就位。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澳门道务中心，我们在这30年在港澳一样创出了很多的我们的善心人士，在港澳地方做了很多社会慈善文化教育的工作。现在要接受颁奖的单位，那是印尼雅加达，也可以说是印尼雅加达，我们创造的前人，我们在印尼万岛之国最早开发的地方，
给印尼雅加达所有的志工掌声鼓励。我们现在要颁奖的是来自温哥华，来自温哥华，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的加拿大温哥华的重道亲，今天也是诚心纪念的，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回到从的这个家，给温哥华温哥华的道亲掌声鼓励。泰国的道堂当事人，我们还有在连来，我们连来道亲，现在干了一个好大的大庙，即将落成，给连来道中心掌声恭贺。我们还有一个从澳门，我们最近在澳门，因为不断的做文化交流，澳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人才济济，给澳门回来的道中心代表热烈掌声。还有就是我们来自于阿巴沙拉越，我们现在所颁奖是纽西兰，纽西兰是个环境优雅的国家，但是我们的道亲特别多，给纽西兰回来的道亲掌声鼓励。我们来自菲律宾，菲律宾我们的代表也从菲律宾回来，给菲律宾的志工掌声鼓励。我们还有来自尼泊尔，我们尼泊尔是个新兴的国家，也可以讲是我们新进去看到的地方，办得非常的出色，给我们的尼泊尔掌声鼓励。来自旧金山啊，我们的旧金山，我们旧金山代表大家热烈欢迎。我们来自纽约的代表，我们纽约回来的，给纽约我们的道务中心代表热烈掌声鼓励，热烈的欢迎。我们来自于洛杉矶道场，洛杉矶道场，我们给洛杉矶的代表热烈掌声鼓励。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来自很多的国家，我们还没有成立道务中心，最近在欧洲的很多地方也成立了道场。来，我们大家向前一步，我们请副总统，我们请国公，我们请我们院长一同拍照。我们全体全场给我们全球代表的志工，是不是可以你们掌声不断一下？那我们的画面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全球连线，现在我们的画面是全球连线，大家掌声不断，让全球的各位高亲看到今天会场的盛况。我们与会的各位嘉宾，同得今天的五周年感恩大会，我们是全球资讯网同时转播，各位在座的前贤，您的手虽然拍久了，但是却看到了同德的道亲，您的手您的掌声传遍到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光彩，看到我们对前人的一份心力，请大家为志工挥挥手，全场挥挥手。哇，这个手是代表大手牵小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以最热烈的恭敬的心，一位副总统要再说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有请在我们的一段报里面最让我们感动的、感人的、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在那段时间要不是有我们的国公，也就是我们的荣誉主席，他不断地了解我，他走进了我们的会场，看到我们的这些道亲的表现，他见义勇为，他的谏言让一贯道的领导化，让这奠定的一贯道在台湾的前途迈向了国际的前程。全体的一贯道道亲热烈掌声，感谢我们国公，感谢我们荣誉主席，有请荣誉主席为我们致辞。我们有请我们荣誉主席为我们致辞。我们发一，我们所有一贯道的总会各主线，我们所有全体道亲为我们的荣誉主席吴伯公再这一次最热烈掌声，感谢感恩的掌声。一贯道各主线的亲人、点传师以及各位道亲，敬爱的吴副总统、
敬爱的王院长及各位来宾，我记得我是在28岁和神秘气氛中求过道。里面在求道，外面派人家去把风。然后40多岁以后，有缘跟一贯道结缘，然后尤其崇德的陈大夫啊，跟我之间变成我的长辈的时候的老师。刚刚我一进来，看到一幕一幕的画面，别人讲我热泪盈眶。我是崇德家人的一份子，我回家了。我们试想一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让许许多多我们的道亲从好多个国家地区远道来，每个人脸上都是那么样的高兴啊，那么样的和谐，就是一贯道的教育所指示的目标。以及今天我要说一句老实话，5年前陈大夫成道的时候，我当然非常的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担心啊，崇德的置业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5年来我看到很多道亲，虽然大哥不在，但是他的精神留给我们的教会，大家谨记在心，团结努力，保持旺盛的一种志气，让崇德的职业一年比一年要兴盛。大哥天善有之，一定是在含着笑啊，含笑。因为一个人身躯是会过去，但最重要是他遗留了什么，而大哥留给我们，遗留给我们那种人格奋斗的精神，永不休息的那种斗志啊，忍辱负重。我跟大哥认识期间，他从来没有对过去所说的为难、所说的委屈抱怨过，甚至更不要说是埋怨。他一直说报感恩的心，办感恩的心。我说每一次见面，他都要逼我唱《感恩的心》这首歌。我有同期的话，我在他面前唱过这首歌10几次啊。如今看到一贯道这种兴旺之气，台湾的经验，台湾不是军事强，台湾也不是经济大国，但是台湾有很多的软实力，而一贯道就是这种软实力最好的证明。今天这种软实力能够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我们传统最珍贵的道德传播到很多地方去啊，让追随这种教诲的人，他的道德提升了啊，他的境界提高了，提升人的品质，就是在一贯道努力之下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待努力的是什么？这几年我来往两岸之间，大陆方面对一贯道过去的误解已经没有了。负面的批评也没有，但是
我们还是觉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努力，让大陆的我们的人民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在一贯道这么崇高的教育之下，他的精神可以提升，啊，他的道德可以提升，让我们共同一起来努力。今天是回家，但是以后这个家永远是我的家。啊，最后记住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目标，能够迈步向前。记住各位健康快乐，谢谢大家。我们全场麦当队的人掌声，谢谢我们五如意主席，也可以表示我们是一家人回到这个家。每当前人老，跟他老人家健康之年，听到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些歌词的时候，老人家的泪水也会不断的流下来，因为一贯道就因为感恩的心去面对，又听到感恩的心，老人家的感触更多。大家如果大都在现场的话，听到我们吴如意主席的这番话，他老人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刚才我们吴国公讲了，大都在天之灵一定听到了，各位在座前贤是不是？我们大都一定是开心的。我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王院长来为我们今天的大会，给我们做一个勉励支持，掌声欢迎我们立法院，我们的王院长，也是同仁的朋友，媒体的主场社会，他都亲自莅临，也给我们鼓励，大家掌声再一次。大会主席，我们韩老点传书，还有全国一贯道总会的理事长，我们李点传书，那大家最敬爱的我们的吴副总统，以及最敬爱的我们吴伯公，他是党国元老，人不是文老哈。各位各主线的前人，各位点传师，各位道亲，还有各位贵宾，包括我的同事啊，丁守中委员，还有前同事啊，沈志慧委员。今天呢，大家都怀着啊一份那么非常崇敬的心，也是肃穆的心，也是高兴的心，一起来参加，这样对我们。啊，陈老前人他的追思以及感恩，还有对全球志工的一个表扬大会，这是一件非常历史意义的一个活动。那么金平早在儿童时代，我们家的附近都有人，那理着光头，同时呢都假财啊，结果人家都指指点点，他说引起一贯德位。然后到民国64年，我第一次参选立法委员，在凤山就有人带我啊到一个道场去，不过就像伯公所讲的啊，是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走进去，还要呢走那个楼梯哈，加这样上去，又有人把风，那呢当时我不明了所以，那一直到民国75年，因为萧天赞先生啊，他担任社工会的主任，也是担任立法委员，然后呢啊，这个邀请大家提案联署，那呢来要求政府来解禁一贯道，所以终于我能够啊这个成功，然后我更了解啊一贯道那是怎么样一个啊这个活动的内容。
那么今天更加了解我们一贯道时代师传承的我们所谓中华文化五千年最核心也是最具智慧价值的这个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文化，这是符合天道，也是呢拯救世界必须要去遵循的啊一个这个道理。那么在民国82年，我担任副院长，那时候有机缘来得以受到引荐去拜会我们陈大姑。那么15年之后，大概17年左右吧，15年。那这个中间，我也时常有机会，那么不但是跟这个大姑来请益，接受他各方面的一个指教，甚至于其他的祖先一样，那我们呢都是跟一贯道保持非常好的联系。一贯道的各个道场有需要精品服务的话，我一样都是能够尽我所能来为这个道场来服务。那今天直到今天要成立一贯道的大学等等，需要我们立法院配合的，我们得全力的加以配合。不过在这10几年来，我亲身体会到一贯道他所有的这些运作都是让我们国人提升这个道德文化的水准，还要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最重要的那么它能够让社会更为安定。因为每一位道亲不但奉公守法，而且这个遵守各方面的秩序伦理等等，那在公司那尽己所能为公司来奉献，在社会遵守法律，服从各方面的领导，所以呢也是变成这个国家社会的最具安定力量的这个来源。所以我要向大家来表示这个敬佩之意。那么今天回顾起来，我们每一个祖先当然都有他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还有他们所付出的各种这个力量跟代价，也有他们的共同成果。但是我对于陈大姑来讲，存着一份非常特殊的一份这个情感，那么源自于看到他那么10年前就离乡背井来到台湾，而且当时各种环境是不允许他在这里，那能够为所欲为来加以传道。所以在那么艰辛的大环境下，他能够坚定意志，那么把大道继续在台湾传扬出去，而且那么遇到那么多的困难的事，他终于都能够以智慧还有他至诚的心感动上天，让他一一的克服。就诚如刚才副总统所言，真的是这个披荆斩棘以启三年，今天也让一贯道在台湾不但是生根发业，甚至于在台湾每个乡村都有一贯道的道场，都有来自于市容工商百业的我们的国人都成为一贯道的道亲。那么进一步他把大道不藏于我们国内，而呢基于很慈悲的一份这个新精神，然后把这个大道
也能够发挥那传扬到我们世界的这个所谓五大洲三大洋。那今天回国来的这几十个的国家的志工们呢、也都是成为陈大姑我们前人的他的一个这个传承者，那继续在国际间来为人类来服务来奉献，也为上天的这个大道，那么不但来传扬，而且继续来传承。所以陈大姑他的这个大位的成就实在为一般人能够想象，而他今天以不修习菩萨的圣名，那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对他追思，对他继续学习，而且我们能够所谓崇德祸福百代新传，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而他另外一份最值得大家来感念敬佩的，是他能够把整个这个道路呢设立了一个所谓领导制。这个领导制就是由领导群共同来集体领导，我想这是呢这个宗教传承上非常重大一个突破，也是能够这个达到不失那不偏不倚，那集众人的智慧，众人共同的意志来决定道路的一个这个努力的方向，还有做各种决策，我想这才是最符合民主的一个精神。谢谢。因为因此呢，道姑的精神一定是永垂不朽。那他的那份不是这个很像我们韩老这个点传师那么样这个标准的国语啊，我们呢他的国语的那个发音，我们永远都是萦绕在心头，因为那是很特殊的。但今天我们对陈大姑不但是追思，而且我们还感念他，感恩他。那当然最后他所指示的各方面我们该努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精确的把握，而且及时的来加以执行发挥，个人方面也要多实现他所留下来的各种这个风范，各种指示。我相信各位呢也一定能够让自己有所提升，最后大家道业一定能够早成。在此祝福大家也恭祝我们这个一贯道道运昌隆，我们五副总统政风康泰，我们吴伯公那呢他身体更为健康更为年轻，下一次他一定要为我们高歌汲取，让我们呢这个活动能够更具高潮，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再一次也谢谢你的掌声，我们谢谢我们的王院长。我们下次还有大会，一定要请我们的吴伯公为我们唱两个人心。我们因为我们的副总统行程也很赶，也特别拨空。我们是不是全场要一点掌声？我们欢送我们的副总统，那么莅临拨空来到了我们这个会场，还有我们的吴荣誉主席，还有我们的王院长，那么这些各界贵宾、各位长官来肯定我们的大功，肯定我们的前人。我们大家全场再一次热烈欢送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贵宾。谢谢副总统，谢谢吴伯公。谢谢王院长，我们真的谢谢您在这个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长官对我们前人的肯定，我们请天津的家武功带着子弟们起立，让你感受我们政府对大姑的肯定。我们给我们前人
给他们看到前面的丰功伟业，节目。